位亲爱的都公公们，各位三男青女们，各位乡亲父老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！再次的热烈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巴登马利加华侨矿场呢，来出席由我们的巴登马利加大都公村委会所主办、巴登青年会所协办“十全十美孝亲敬老敬中秋”全国华语方言歌唱公开赛平安晚宴。今天晚上大会仪式现在正式开始。Thank you.